欢迎今仔开议会，蔡亚东提出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正草案，那被拢加急动员，所以今仔有可能会通过。蔡亚东嘛表示讲，目前 NCC 代理主委洪丕忠哦，应该爱心落任。也毋过，民进党团的干事长吴思瑶是表示讲，瘫痪 NCC 等于是瘫痪 NCC 的民生业务，受害的是人民。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人事案一直延前，进行调查协商，针对蔡亚东提案修正 NCC 组织法，将即卖条文当中施行一期由行政院已命定定制的文字删除改组，自公布至施行，力求落实删除 NCC 委员严禁条款。按过调查无共识，第十五上议会表决。我们针对翁伯忠是一个违法的代理主委这件事情，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抗议，我们很明确的去定了三读通过的法律案，然后应该能够直接来加以施行，能够拨乱反正。没有想到说行政院会钻这个漏洞啊，所以为了要让这个法制比较完备，所以今天要把那条修掉，翁伯忠很可能就没办法延任。那 NCC 代理主委翁伯忠落台，到时阵只剩三委员，有上百审议项目恐惊会冻伫遐。知影呼吁执政党将 NCC 人事案摆进交通委员会议程。民进党团是表示，不应该为政治目的瘫痪民生业务。行政院辖下的组织机关的组织法，它的施行日期都是由行政院定之。蓝白对于 NCC 就是戴着有色的眼镜。NCC 辖管的业务多数是民生业务，不管是基地台，不管是手机的使用，可能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同款是人事案，科技院政府院长、科技委员甲司法院政府院长大法官人事案会启动审查。总统府秘书长潘平安十五早起陪伴科技院相关被提名人去立法院拜会。有关国家的典章制度啊，文官考试专技人员，更希望贵院呢大院能够尽速审的议通过，很多会逐一请所有的考委来跟各党团来拜会，我想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义务。科技院被提名人董玉环行诉，会伫个十二月十七投票；司法院人事董玉环，会是伫个十二月二十来进行投票。记者综合报道。